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57集的节目。今天早上呢，我把这一款那个 Yolo Park 的这个 Artemis Primer 呢，早上才刚把它做完开箱。那原本我今天下午的话呢，应该跟我旁边这位 coser 莱亚呢，我们本来是要去外拍的。哎，对，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嗨，大家好，我是莱亚，我今天 cos 奇亚，然后原本今天要去外面外拍，但因为下雨，我们就改在胡大他的房间做这个开箱。然后这是我一个学弟，他很喜欢胡大，那是他的粉丝，他今天就是拜托我来带着这个请胡大帮我。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个组装的动作。其实这款的组装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哦。那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啊，它的整个组装的过程，这个地方打开，做一个简单的组装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录起来就好了。看厂家的那个经营的策略。最后你把它拼起来的那个镜头这样子。那虽然说很简单了，但是其实大概也花了几分钟才能把它组起来。那我在组合的时候呢，我感觉吧，它的脖子还不错，但它的脖子这边是有点紧，这可能它是压力太大，肩颈酸痛，那边很卡，很需要一点什么帮助。爱情的滋润好。爱情的滋润好像可以。在胸部这一块大车窗，它是沿用第六集电影里面大家会比较喜欢的 G1 风格。它的胸下也是有关节的，可以动，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也是很帅。接下来我们来看手的部分，它这个手的话是可以360度转动，二头肌的地方也可以转动，在手肘的地方也可以高于90度。另外它手这边可以替换，稍微用一点力气就可以换造型。看裙甲部分，它这样看上去是会有像四片一样，这边会有一片可以转动，这里也有一片，在这边它是连在一起的，也是可以转动。接下来我们来看脚的部分，它这个脚是做可以外摆内收的感觉，另外它膝盖可以高于90度。再来这个轮胎部分，有把它做出来蛮细致的，还可以转动。脚这边还可以360度转动，有一个球形关节。再来看前面的地方，它有做细节的刻画。那今天的这个安排是有点小意外，本来是要外拍的嘛，结果就刚好也就莱亚的学弟刚好，我非常感谢啊，就是刚好也是我的。也是我的观众朋友，然后谢谢你，这就刚好我今天早上也录了这个金刚王，然后下午的话我就嘿有机会录到你借给我们开箱的这一款这个科波恩的玩具。那今天的话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啊，那就谢谢莱亚，对，我们以后还会有一些对那个我讲一下，我这阵子以来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拍了莱亚的东山小红。对，结果那一组照片还蛮受欢迎的，因为那一组照片的关系呢，我反而就有多了一部不错的作品，我反而可以约到很多其他的 coser， 所以我这个非常感谢你最近帮我带来了新的流量，好不好？那这一期就非常的感谢，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然后啊，最后 ending 的话，这位今天跟我们这个提供这款玩具的这位朋友玉君小兄弟，因为我推测你今天可能就20出头而已，
那再次跟你说声非常感谢。那你有委托莱亚通知我说，希望我在这个盒子啊，还有这个小海报跟这个 L 夹上面做签名，那没有问题。就是，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一旦签了名之后，它就变成战损品了，它就变成瑕疵品了。你明明很好的东西，你硬要我把它弄坏，对不对？你也是有点奇怪的人啊。那我就，那基本上签名的话呢，就是说我自己吧，就是其实，富坚义博曾经讲过，这个所谓的签名就跟亲笔画是一样的意思，其实它就是一个画图的意思。那我就2023年吧，今天是6月11，对不对？然后呢，我自己的话呢，除了签名之外吧，对不对？我自己的习惯，我会再加上几个字。那我通常会加上什么字呢？就是我换一遍，就是六个字啊。第一个叫做收集，各位可以听一下啊，收集。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分享，对不对？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叫做快乐，对吧？收集、分享、快乐啊，这个是我这几年来玩变形金刚的一个执着的点吧啊。然后这个是 Yolo Hack 的这个盒子，对不对？签了之后它就变成核损版了啊，对不对？你以后要卖就卖不出去了啊。那我一样啊，就是快速的把它签一签。这里我就不讲话，这边我就快准把它签完这样。2023年6月11号，对吧？好，这样子。有奖签了，你就签后面好了，签后面吧。好吧，这个收集分享快乐，好不好？大家共勉哦，谢谢你，谢谢。哎，反正我就是做空镜头来用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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